上次阿 Kit 喺上海咧，問佢歌啊，你想聽咩？夠鐘同走狗係最多，有冇走狗喺度啊？其實有啊，壓唔到佢喎，嗰個家庭觀眾有啊，有唱歌啊，你有啊，我有冇 program 嘅，淨係得 clip 啫。唔係，我哋都做到嘅，你放心，你坐低，坐低，的牌咁樣好似。其實原來咧好多年前咧喺度有個開個演唱會嘅，跟住咧又係呢個做個 show 啦，咁所以咧第三次咧喺呢個場館度演出㗎啦。咁啊，聽晚咧就第三次第十一場，咁啊希望所有嘢都好順利啦，送俾大家咖喱角。Dancer 自己出嚟做，芭蕾舞，芭蕾舞 ，Paris， 芭蕾舞啊，芭蕾舞，什么鬼？简直 show no face 的。第十一场。无论谁脱俗还俗，也有造型，谁造型美丽，奇特，我要变形，我怕你太正。太过正经，全地球天天一套制服，多么震惊。Oh, you're feeling alright, I'm feeling awesome。我要你注意每个细节，好到I know。You're feeling alright, I'm feeling awesome。我要你美化每个季节，好到I。幾條麻甩仔咧，咁啊嚟到珠海冇嘢做啦，唔係冇嘢做嘅，其實係完成咗呢個 full jazz rehearsal， 咁啊落咗嚟做健身。咁咧有人發起話玩呢個掉樽，咁啊 miss 一次咧就五下掌上壓，最快能夠成功 flip 到兩次嘅咧，咁啊算贏。咁啊唔好講咁多啦，而家正式開始啊。好，計先。頭先直接嚟啊！直接嚟啊！玩埋啦，呢個即刻做。No。Later. 好，继续做，好玩先。而家嘅成绩咧系，除咗我之外咧，全部都未 flip 过嘅。我有一个成功噶啦。我哋不如，其实我哋啱啱做完 flip 啊，要死啦！我 skip 咗只。我哋不如咧。Damn! Look, telephone. Yes. 好，大家都系，我哋三个。我陪大家一齐睇啊。拍到的，拍到的，拍到的。
你掉高啲，我唔睇，唔係冇咁高，我係啦。手震啊！攝影師話手震，唔得啦你咁樣，曬咗啊！曬咗啊！好努力啊！轉得多一成高啦，死唔得啊！攝影師咧，聽日咧都仲要喺演唱會上面咧影好多片嘢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呢個遊戲要到此為止啦。喂，唔係你試一隻都中文嘅。One eternity later. Timing is now. Yeah! 好啊，大隻曬咯，我哋全部都。今場嘅神秘嘉賓咧，就係 J-Dub Joey Wong。哇！咁快咧，又由珠海嘅演唱會咧嚟到珠海賽車場啊！今日咧係玩咩呢？今日當然嚟賽車場就係玩賽車啦！今日咧我哋三個咧，嗱有我哋嘅監製周石岸，亦都有我哋嘅吉他手加和音，有我哋嘅徐浩，亦都有我啦，周柏豪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我哋今日嘅遊戲的玩法很簡單，三個人揸住個 formula， 我哋的時間一定要快過1分49。如果快唔過1分49咧，即任何一個圈快唔過1分49咧，要在個餅乾上面拉一行嘅 wasabi。第二個 task 就是不可以出沙池，任何人出沙池都要再加多行。同埋我哋三個鬥時間最慢嗰、那個，最慢嗰兩個，兩個都要加行。即係有機會咧出沙池啦 ，reach 唔到1分49以上，或者唔係最快嗰、那個就要吃三行瓦沙別。而個餅乾咧就係嗰啲叫咩餅？威化餅啊，蘇打係啦，蘇打餅。誒，我哋呢度有100蘇打餅嘅一格仔咁樣，打橫折唔係打直㗎。唔係唔係，要長方形嘅，長方形。打橫。不是交叉添，咁啊頭先試咗一個 session 嘅啦，因為頭先好趕時間啊，途中咧嚟賽車場嘅時候咧遇到一個交通嘅意外，其實喺珠海嘅九州港第一個彎都未轉咧，那個司機已經撞車，我哋撞車，依個人喺北京做完 show， 搭凌晨三點鐘飛機，6點鐘翻到香港，7點鐘喺屋企執夾。頭盔、賽車衫，9點半嚟到珠海，諗住天衣無縫，一出去珠海嘅碼頭撞車，我哋睇下架車嘅情況。為何突然襲擊我？那你就幫我叫一台啦。好悲。OK。最緊要我對啊對啊，沒有了，不是坐車嗎？欸，我們是去賽車場啊。咁啊，啱啱嚟到咧，所以就好趕時間，就第一個 session 咧就拍唔到片，咁啊當熱身啦，係啦，第二個 session 我哋開始就正式比賽嘅，一陣見啦。
車都唔喺度。咩直升機聲？係咪直升機嚟㗎？我係咪要喺度求生咧？會唔會執到啲嘢食？會唔會執到個 pizza 咧？會唔會執到一樽礦泉水？會唔會執到一個 iPhone？ 會唔會執到一個人咧？好熱啊！做咩啊？你哋想點啊 ？Wasabi！ 好啦，我已經準備好啦。時間係點啊？我係最差，時間真係唔知喎。我係屎嚟嘅嗰啲時間係。我喺出邊坐咗好耐，大家都好似好好冷靜咁喎。要食㗎啦，整定曬啲餅。我而家好緊張啊！而家等緊周柏豪嗰個時間表。一分四十八，你唔使啦。唔係啊，但如果冇，但如果你快過我嘅，我咪要一行咯。其實點都要大家都要食咯，就係。如果你唔快過佢又唔想食。係啦，我點都要食一行。我三行。一行係好恐怖喎。三行。會唔會食完之後玩唔到第三個 session？ 打橫嗰行咪禁曬行嘅，話一行啫喎。冇話幾粗喎，係咪啊？俾你姐姐斷咗卡多兩次三百六，救得翻一次出草地，救得翻一次出沙池，救唔翻。出沙池咧係會 lock 死個碌噶嘛，冇動力噶嘛，下次。係啊，佢一路咁。其實應該可以攞地自己推翻下唔得嘅，你只腳會踩到前噶。所以佢一定要喺外面拖走，拉又唔得，拉又拉爆咗佢。出沙池係冇噶，冇噶啦，要挖沙池噶啦。挖沙池 on the floor。你架車一定係快啲嘅，交換車差。咁你可以接啊？唔係，我等佢哋接，等佢哋接。佢話要整幼啲啊嘛，睇下佢可以整到幾幼。嗱，斷橋就要再畫多行啦。畫多行。斷啦！嗱，斷啦！斷啦！斷啦！佢食三行，我要食兩行。冇錯。小心啲啊！斷咗要整多行啊！有顏色啊！好嘢，全岛服输。喂，但系好似wasabi 系饮水系重辣噶嘛？重辣噶，系啊。但系我都会攞定啲水先。你冇嗨落嚟。睇下先，睇下先。电俾你啊，锤。放出嚟望下先。真系有 OK 先。啊，唔系啱嘅。OK。好好喊啊！音乐，接住靓仔啦，接住靓仔，接住坐。顶佢，用我鼻呼吸，用鼻呼吸，冇影啊！唔好用鼻呼吸，用耳仔呼吸，眼缩上，缩上，缩上。唔系好型啊！而家戚住啊！徐浩赢啊！唉，扭下个头先，准备第三个 session。即都唔系咁难啫嘛，都系慢慢揸啫嘛。我觉得个人生冇乜嘢输，咁咪快啲去。讲咩都好啦，我估，但系报纸我又话，即系咩嘅？但系下一转我希望系可以。我哋玩呢個小型賽車、高卡車，嗰個仲好玩。到時又再拍多一條，再整多個比賽。到時食咩咧？小籠包。咁啊，係咯，小籠包比賽嘅街辣小籠包。街辣小籠包，好。我想麻辣咯，超級勁麻辣小籠包。要唔要試下食啊？唔好啦。
Anyway 啦，下次再玩我，其他嘢，拜拜。